哦，起来，牛挤了。一点点。这是在这里，我们公司对吧？哦。啊，他的他娘娘，我们那个导演叫那么大个子，喊我娘娘，我这才十多岁。你有没有？他们二十多岁，我们喊娘娘也不习惯了呗。只是看着没太大了，倒是。好积极。明白。慢慢反应过来这些。我想的是我们同事们应该喊娘娘，那不然你大都不大，一小的人在家没去打个喊娘娘。七楼。这怎么都是人啊？没人做。我们完全是走的时候咱都到了就说了，哇，那边有个小汽车，我跑了万米两嘛，我放了万两嘛，是我那边往前，那边往前，不是不是，你自己好人抓到就很厉害。我咋没有最后一个出来了？我今天往上跑，我也第一，慢点嘛，跳，不安全，你说我。OK。那往上，怎么你还不要进行三十四？是后面人家说要是三个足够。嗯。下吗？你下吗？下。几楼啊？下了。你开着车来，晚上你才个喝酒。